金曲颁奖表演，追着林俊杰马不停蹄来到大陆继续巡回演唱，只是没想到在广西南宁的演唱会竟然发生尴尬一幕。演唱招牌曲《修炼爱情》，没想到下一秒裤子竟然掉了下来，幸好还有一件黑色安全裤，让 JJ 避免走光的窘境。意外发生的当下，林俊杰低头看了一下，好像难以置信，但他反应很快，脚一勾就把裤子踢到旁边。虽然想要装没事，不过最后还是被自己的声音出卖了。就害羞，但马上就恢复了超水准表演，反应之快被粉丝赞爆。有人搞笑留言表示好像在变魔术，还问 JJ 是不是热到裤子自动脱落，纷纷说因为这场意外插曲留下难忘回忆。记者唐琼报道。